我是 Sky 李晓峰。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CNFrag.com 为大家带来的英特尔酷睿3 CS1.6 挑战赛的直播。我们现在看到是第二场半决赛的第二张地图， Dust2 是由 SK 对阵 EAC Gaming。 那么现在双方是在第二幅图进行一个刀局，看一下这个刀局情况如何。好，那么 SK 是拿下这个刀局之后，选择留在 CT， 留在 T 方扮演进攻方。这样比赛就直接开始了吗？看到，Forest 跟雕盘猫都配了 USP。一开始 SK 这边是把包丢在了匪家，他想尝试跟对方远距离对枪，在选择进攻，那看对枪的有没有任何有没有点优势，然后再选择进攻。这边集结在了 P1， 接下上来卡一下中门，我看一下，还是想看一下小道，应该会要欧式炸一下小道，没错，炸了之后应该会让 Forest 去清点吗？来拉出来，应该是有，因为已经听到了脚步声是在往后退，小道这边，First 也是蹲着下来，我直接一枪打掉了六，那么瞬间小豆就已经打通，我直接打上来之后，刚刚我们看到应该是有队员回到匪家捡了这个包，中门雕盘直接两 USP 非常漂亮打掉了两个，被 Tess 补掉之后一打三 Tess 还是满血。哟，最后又被 First 补掉，那么 First 今天一上来啊，刚刚这个手枪打就非常不错。这一局 ES Gaming 是 ECO， 我看到三名队员都是卡好了欧式在 B 区这里，而 SK 貌似没有要打 B 区的意思，已经有两名队员来到了 A 大，远距离打掉了 Pasha， 应该 ES Gaming 队员应该会往回走，全部所有队员都进到了这个B 栋。而我们看到中路这边 Get Right 是一把手枪在进行断后，而这边潘也在往 A 门这边靠近，貌似并不知道库本在匪家，这边想炸小道，但是 Get Right 直接第一时间打掉了 Tess。拿出来虽然是炸到了 Gary， 但是对枪还是 Gary 赢了库本，那么 Gary 应该是全甲，库本的貌似没有甲，而另外的两个 B 洞出来的 CT 都是被First 击杀，那么为什么悬念的2-0，这边应该还是并不能强起。
所以我就比较喜欢看这种，如果首相局是 CT 赢了就最好了。CT 赢的话，匪徒比抢劫案的话，那样的话观赏性就比较高。但是如果匪徒赢了首相局，CT 就没有办法抢劫，那节奏会放得比较慢。这里小刀骚小小的骚扰一下，选择来打中门。中门直接出来之后，应该会要去 B 区，因为这个时候如果再紧加换一个人的话，说明 B 区应该并不是防守重心。没错，来 AC 这边所有队员都是从 A 区跑到了中门跟这个匪家后院，然后会还是想过来打枪。应该，哎，六这边是有一把 AK，为什么六会有一把 AK？这个有点搞不懂，难道是 SK 这边这一波没有死？难道是刚刚扔在家里面没有捡的话？他队友捡到这把 AK 之后打掉了一个，但是落了是躲在了小道，应该是想吸引一下枪剑之后看能不能Leo 可以背身打到多一点，但是还是这把枪被打掉，顺利的把枪捡了回来，3-0。这边地局长枪局一开始就是一个一换一，进来前压没有打掉刀法都被 face 补掉。这边 B 区看来是要硬打，那这边直接炸死了 Tez 之后，face 又断后打掉了 Kuben 有一点着急，并没有等队友一起回防，而 Genry 第一时间来到了狗洞打掉了 Lord，最后 Pasha 1-4的情况。看看是否能够保住这一把 AWP。SK 队员并不知道 Pasha 的位置。这边如果 Pasha 有路的话，Force 应该看得见，但 Pasha 是始终没有路这个位置啊，这个能打死吗？很惊险，但是还是没有打死 Pasha，我保住了这把 AWP。这么一个开局，库本直接从中门在烟雾的掩护下轻而易举打掉了 Gary 今天好像各种倒霉啊，经常无缘无故就被偷掉。那么这边对枪 Pasha 打掉 Robin，德潘立刻过来补枪打掉了Pasha，应该是打掉了 Taz。2-4，2-3，这边放包，他也先放包为主。放包之后可以拖延时间嘛？而这边我们看到两边队都来到了 B 栋，但是，费这个时候跳出来应该就知道了，两边队都在 B 栋。First 第一个对枪已经打掉了 Leo，但是 Face 并没有迟疑啊。这个时候或许很多队员会想我躲一躲，跟他绕一绕，但是 Face 选择了在第一时间补枪打掉了 Lord，那么拿到了第5局的胜利。更感觉今天这个。ESC Gaming 啊，貌似状态真的不是特别好。
这边是这边是各种混乱，在景加是有200 AWP 在景加防守 B 区，又是同样的情况。但是这边德尔潘贝森被打掉了，打成了红血。又是炸死了德尔潘，剩下的是罗本，其实还是打不掉，没有任何办法想去打狗洞。但是同时 B 门也进来了人，ESG Gaming 5-1，1-5拿到了上半场的第一分。德潘这个时候直接在 A 大打掉了 Lord，那么 Lord 想前压，但没有想到 SK 队员全部都已经到位。这边中路加一下小道，但是小道有人前压，双方都狙中了德潘这边前压的 Pasha，但是只是狙中了腿，所以还好。那么这把 AVP 还是留在了SK 的手上。你看 A 大这边要打 A 大吗？看来 SK 是要打 A 大。哇，这边直接一个小跳就被 Pasha 打中，高水平的狙击枪较量真的是。好了，2-3，而包还在 get right 的身上，但是第一下对枪就已经被库本击毙，那就剩下 Robin。哇，库本的远距离 M 四还是控枪掌握的非常的好啊，5-2。这个一出来真的是吓一跳，两个人双架等着他。那么一开局又掉了两个人，三个人的情况下，这局 SK 应该要选择保枪了吧？这个诺德是抄到了后路，直接侧身逮到 get right，最后剩下 first 100 AWP。哇，这边直接在 A 门那条缝中溜就狙掉 AWP，看两个人大神都拿起了狙击枪。又拿下一分，5-3。这时候连续拿下，连续被对手拿下了3局之后，SK 倒是在进攻上有一点点缺乏自信啊，迟迟都没有敢往前走。那么这个时候又是被对方穿死了，这个 first。封个 O5、O3 之后，Garry 回来，对方是仍然是在中门穿。
这边小道已经打了上来，但是看 Leo 这边的 AWP 在 A 大的防守打得非常好。这个 O3 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O3，大家可以学一下这个 O3 的技巧，是在这个箱子后面爆炸，是闪不中自己，但对方是一个全白，但是 Go Robin 在把握住了 Leo 两个这个狙空的这个失误的情况之下，是连续横扫了 A 大的两名防守队员 Pasha。那么剩下的是 Pasha 跟 Taz，一个在中路，一个在 B 区，都有攀着在哪？那么时间还剩下几秒钟，那么只有还是选择宝箱，就觉得现在。现在，SK 在连续丢了几局之后，真的在这个进攻上，貌似有点缺乏自信。这边加上来，德盘看小道，不要不小心摔下去了。要不耻之鄙啊！耶，看来是要一波打小道，但是这边反压制，一直在对枪，但是只有 Robin 一个人，后面的都到哪去了？把大哥给卖了。后面的队员全部是被这边小亮亮他的顺闪白了之后都在往后退，但只有 Robin 一个人是应该是没有被白，依然是在小道，但是被对方击毙。First 大神100 HP 100 AK 一打三，A 大是 Neo 在防守，跳到了井家，那么应该是听得到他的声音。Neo 这边，Pasha 率先在 B 斜坡打掉了 First，把比分追平5-5。感觉无论什么队伍啊，跟 ESC Gaming 打比赛，这个节奏都不算太快，因为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感觉 ESC Gaming 对场上的整个控制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强，而貌似更感觉 ESC Gaming 在今天的比赛中，不知道是因为他们的状态不好的原因，还是因为是面对 SK 的原因，并没有太多的前压，而是选择，以两个人的这种动态防守为主，但是目前来说，连续的几局都取了一个不错的成效。这边虽然是一个一换一，B 区已经被占领。包匪、Robin，包匪德尔潘是要等 Robin 来才敢放包，因为一个人还真的不敢放包。库本并不知道对方到底有没有退，过来看一眼，但是这个时候要看一眼就立刻被。洛本打掉6-5，SK 又拿下了一分。SK 开局又是一个2-3的开局，三名队员来到了 B 洞，而这边。又是选择了双架，ESC Gaming 拉出来看，再来德盘，再靠右一点，怕啥？怕啥呢？你是 AWP 呀、啊？这个是被全白，只能往后退。而我们看到 SK 的包袱是在中路罗本。
那么看来又是要看一下，应该是要打 B 区，因为这个时候判断是正确的，因为 ESC Gaming 的两名队员已经从 B 区退了出来。但是问题是 ESC Gaming 在 A 大 Leo 跟 Lord 都压了过来，那么已经完全缩小了 SK 的行动范围，拉出来打掉第一个，但瞬间 Lord 跟 Kuben 一人收获了一个 frag， 三打四，这边侧身六是抄到了后路，打掉了多刀盘跟 get right。打罗本的时候，这个子弹没有子弹了，但是洛德还是过来补掉了罗本，6-6。这个前压是一个非常果断的决定啊，在一直 SK 迟迟不进攻的情况之下 ，ESC 果断 A 大两名队员选择前压，那么前压的时候发现中路没有人，那么就说明要不在小道，要么在 B 区，而小道这边应该是也有队员在防守，所以基本上可以确定 SK 刚刚的进攻路线是在 B 区。这就是要靠这个对场上整个形势还有对方节奏的判断啊，才能做出这样的明确的决定。这边 ECO 就想选择一波，但对方同时也压了出来 ，ESC 美反超一分，7-6。感觉 SK 在对枪对不过的情况之下，真的现在没有任何的进攻方法。看一下这个长枪局如何。如果这局丢了的话，很有可能。ESC 会领先9分，那么进入下半场之后 ，ESC Gaming 会取得这个场上的主动权啊，所以这一局对 SK 来说也很重要。毕竟作为 C 作为 T 方，那么优势是掌握应该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边上来一个烟雾 ，Face 立刻看到了洛德，打掉了洛德之后4-4。这边库本是被白，那么好在还是保住了命。跳了下来之后，德尔潘一个盲狙打掉了帕夏，各种像是在打瓮中憋着，直接居高临下 ，SK 各种队在下面扫射。哇，有一名队员已经被卡在了 CT 后门，就是库本。跳出来就被 force 打掉，最后小道的 Leo 也是被德尔潘狙死，7-7来到上半场的最后一局。SK 如果这局谁拿下，就会有下半场的主动权。但是相比 SK 来说，ESC 这边其实更加有主动权，因为他们在上半场已经拿到了7分。哇，这边一个甩狙打掉了 Forest， 真的，这个对于对方身位的判断还是非常的准。又打掉了 Face， 小道的进攻。貌似不是很顺利哦，这边还是打了上来，但是对方 A 大还有一把 AWP， City Home 是 Pass， 两名队都在 City Home， 为什么ESG 一直选择打 City Home 不选择走小道呢？连续几局都是打 City Home， 德潘不敢录这个头给 City Home 的人打，怕小被 Gear 打死，看 Gear 的表现啊，直接过来穿掉了 Pass。
但是库本是已经上到了平台，这是个真拆啊！打死了库本，但是同时 ESG 啊，库本也把这个包给拆除了。这么说，上半场暂时 ESG Gaming 是以8-7领先 SK。下半场本身来说就是匪徒方占优势的，那么 ESG 这边拿着8分当匪徒方，看来压力对于 SK 这边来说有点大。看一下 SK 的防守如何，因为真的 SK 在最近的比赛经常进攻上面是找不到太多的方法，在这种像 Dust 2这种地图上，还有 Inferno 啊这种常规的对枪图。常规的这种平面的地图没有太多立体图形的时候，他们的对枪对不过情况下就比较难找到进攻的方法。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他们的防守如何。这个小道是没有人。ESG Gaming 优势的，他们经常常规的一个手枪局的开场，都是在卡在了后点。听到了 B1 这边的声音。一个 O3 掩护过来往外打，Forest 打掉了 Kuben，那么放掉 B 区，SK 是放掉了 B 区，那么这个时候 B 区已经被打了进来，而只有三个人进 B 区，Pasha 这个时候是一个自由人的身份。并没有 SK 的队员知道 Pasha，诶，这边发现了 Pasha 吊盘，死死的卡在中路，这个时候要快速打到 B 区里面去。First 非常漂亮的三个爆头，直接拆包。Pasha 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这三个爆头吗？First，Headshot。哦，第一个打六不是爆头，不过这三个击杀已经不错了，8-8 SK 扳回一分。刚刚这局貌似 First 是一个1v5吗？1、2、3、4、5，一个 Ace 哎。刚才发现我就在想，为什么 First 会有5个积分呢？远距离 Robin 啊，这边就要刷了吗？又要刷了吗？又要刷了吗？First 这局开始又是连续三个击杀，那么这边 ESG 应该还是想缓一缓。我感觉 First 似乎守着的太热，对外过来拿了一个 frag，最后还是 Gary，最后打掉了 Pasha，反超一分9-8。D 局是有放包，所以这一局 ESG Gaming 是可以起枪。我这边德潘，这个有点恐怖啊，在哪打的？在烟雾跟闪光掩护之下，从中路压进来打掉了 Tas，这个真的是有点猛啊！德潘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天赋的这个狙击手。而这边六也率先一步来到了小道，对方还没反应过来就打掉了两个在紧夹的 CT，瞬间这个虽然刚开始。刀法是取得了一个可以说开门红，但是先拔头筹啊！但是最后这边 Leo 又回进了一个一，又回进了一个 Ace。Leo 刚刚这一局也是打出来一个 Ace，大神都在发挥。我看来这场比赛真的非常有观赏性。那么现在轮到 SK 这边是一休了。
救。Right， 刀掉了 Pasha， 捡到狙枪打掉一个，已经完成了任务。这边雕盘又过来打掉了库本之后，连续的两个爆头打掉了洛德，10-9。这边貌似经济并不是特别好 ，EC Gaming 在斐加试了一下，现在刚刚才起了装备，拼的应该是拼凑了一下枪，200 AK 一把沙漠之鹰。这一局相对前几局来说慢了许多，这边要前压 Forest， 突然过来抢住了这个位置 ，Lord 打掉了 Forest， 而这边 Leo 又打掉了 Robin Face， 可以打多少个？啊，还以为他可以刷呢，只是打掉了一个，二打三，一打三，只剩下 Get Right 一个了。这个时候，看来是想保住这把 AK。还是想过来打 TAS， 我们看来是想过来打 TAS， 因为觉得要去拆包应该没有什么机会了，对方两个人在守包。看来还想保住这一把枪。Get right。我这下来是打掉一个，但是最后的时刻又被落的补掉。但是更感觉这个时候 Gera 还是赚了，因为毕竟，当 CT 的话没什么损，虽然是爆炸之后才死，但是还是有金钱奖励。双方有一点点相持不下的感觉，那么 ESC 这边一直都有挺好的这个进攻的措施，那么但是基本上来说，现在从上半场来说啊，是 ESC 一直在控制住这个节奏，因为 SK 毕竟是靠个人能力的这样子一支队伍，不会打得那么慢，而一直。上半场就一直是 ESC 控制住节奏，之后现在下半场轮到 ESC 来进攻的时候，ESC 的整个进攻节奏也是打得非常的慢，所以感觉 SK 似乎有点不大适应这样子的节奏。这个直接过来对枪，打掉了 Lord， Pasha 这边也打到了残血，那么可以说这一个对枪 ，SK 是收获挺大，吊盘第一时间打掉了 Leo， 和一个闪光过来 Tas。来来来，费山被大盘补掉，大盘的狙枪真的非常的稳定啊。过来三个，最后还是被库本打掉了一个 O3， 两个 O3， 三个，这个完全被闪的找不到北了，完全是不敢出去啊。这边 Forest。直接过来拉出来打掉了库本，最后又把比分扳回来，11-11。
这时候，这个闪击还是德尔潘比帕切尔来的要快。虽然这个狙枪已经抬过来瞄到了德尔潘，但是被德尔潘居高临下。其实双方开枪的时机应该都是相同，因为我们看到这边德尔潘也是被，其实也被帕切尔击中了，但只不过是击中了腿。那主要是站得高的好处，如果不是站得高的话，真的说不定是谁打死谁。那么这个时候，ESC Gaming。小道士打掉了 Get Right 4-3，但是还是并不敢往前走。A 大德尔潘又打掉了 Cooper，那么小道必须往前走了。这边往必须上，上来直接打掉了 Delpan，应该并不知道躲在这个墙后面的 Robin，这边应该是穿到了头。Forest 不带消声器的这个 MC 也非常的给力，直接。穿到了头，然后打掉了 Robin，12-11。ESC 在尝试去控制场上的节奏，但是SK 各种前期的一些 A 大的前压以及 B 区的探点，让 ESC 没有办法可以说完全控制住这个节奏啊。这边应该是来到了一个 ECO Get Right，13-11。那么 SK 稍微比 ESC 来说要离这个胜利要近一点，而且 SK 在刚刚 train 的斧头上也是已经赢掉了第一幅图。因为 SK 发现 A 大一直经常被偷人的时候，干脆就不看 A 大了，只是靠Pasha 一个人在顶住一大方对方前压，而主要的进攻队员都是在小道。看到了，看到了，可以打掉一个吗？没有办法，三个人同时拉出来，德尔潘一枪狙空之后立刻被打死。Tas 又是打掉了 Robin，那么 A 平台立刻已经被 ESC Gaming 拿下，又打掉了 Forest Pasha，同时打掉了 Get Right，那么1-4，1-5，就剩下 Face。这边 Neo 背身打掉了 Face，扳回一局13-12。在放弃了进攻 A 大的时候，我们看到小道的三个人进攻取得了一个不错的，哎，这边瞬间过来德潘就狙掉了 Pasha，Pasha 感觉还没有反应过来。一开始就人数上少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ESG Gaming 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部署。感觉他们好像少一个，差不多的。两个小道，但是包匪是在 B 洞，三个民队还要利用这一局下打 B 区。SK 这边也非常适当的往前压，中路。两名队从中路出来，Face 一个人堵在向中面，就立刻金山两个刷屏，而雕盘这个是一枪打了两个吗？14-12，我们来看下这个金山版，德尔潘是凭借非常好的 AWP 的手感，是杀了17个，一马当先，7-4。那么这一局有没有起枪？ESC Gaming
藏起了这个，应该是藏起来藏起了长枪，不想放赛点，但如果对局输了的话，相当于告诉我们这个 SK 会拿下这一局，同时进入决赛。费申库本打掉了 Gary，同时然后打掉了 Robin，First 这边打掉了 Lord 之后，二打四，应该这一局会选择宝枪了 SK Gaming，因为这边 First 就是红血。Face 今天的表现也还可以，但残局的时候，个人感觉 Face 打残局是不怎么地，但是平时的表现还可以。好，14-13，叶星伟又追回了1分。这边貌似，这边，上了一下还是觉得要起枪，德尔潘是没有前起狙啊，所以还是商量一下，罗本扔了把狙给他，那么能否开局再来一个？212的一个站位，放弃了 A 大 SK。在小道有两名队员，中路一个，B 区两个的站位，比较针对性的在防守 B 区。ESC Gaming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包匪 Taz 也是在往 B 区跑，貌似 SK 这个战术是有一定的，还是得等一等再说，真不知道这个战术到底如何。但至少可以说，Robin 啊，对场上的判断是不错的。那这一局果断选择了重点防守 B 区 Gary，小刀前压打掉了 Kuben。那么包匪他也是在 B1，这时候对于 Taz 来说非常的尴尬。不过 Gary 如果退回来的话，这样的话对于 ESG 里面的封锁就少了一些。那么应该是想 SK 这边应该是想收缩回原点，等对方进攻。因为近点拼枪的话，感觉 SK 不是特别有自信的。这边一个 O3 扔的时间非常好，看到了对方又一个 O3 打掉了趴下。那么换个位置，这边 First 来守小道。拿下了这局，15-13，手握两个赛点。ESG 这边这局是必须起。当然，从这个声音上面听起来，感觉这个经济也并不是特别好。如果这局不能拿下的话，哦，这局不能拿下就已经输了。我还想说一休呢，但是这局不能拿下就已经输了。这边 B 区，我们看到 Face 跟 First 已经压了进来，完全输。想打算去缩小这个进攻队员的这个行动范围，这边 Gary 只能打掉库本，3-4，这边直接打了上来德尔潘 B 区的中路的 AWP，来看一下 Force 跟 Face 要如何反扑，并不知道近点有 Force，又是一个顺闪。哇，这个应该是跟紧加的德尔潘一起配合的顺闪。那么现在可以猜到3-1，也知道帕选在后面16-13，最后 SK Gaming 拿下了半决赛第二幅图 Dust 2的这个胜利。那么可以说是与另外一支瑞典的队伍 Fnatic 会师决赛。那么我们今天又可以一会儿又可以看到一个 SK 对 Fnatic 的大赛。我记得在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SK 对 Fnatic，当时是 First 跟 Gary 都来到了 SK，而 Fnatic 那边，刚刚是重组了一个队伍，所以可能磨合的并不是太好。去年的这个时候，连续SK 跟 Fnatic 连续打了5场，SK 赢了4场，平了一场。
今天我更今年来说，我更觉得现在这一支 Fnatic 在重组之后的状态是非常的好，刚刚拿下了哥本哈根电竞节的冠军。但是貌似最近的一次，我想一想，应该也是线下的比赛，也是在 Infinite Online 举行的比赛之中，SK 还是赢了 Fnatic。那么今天两支队伍又在 Infinite Online 里面的决赛相遇，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来看一下。这场决赛会有如何经典的较量？因为毕竟双方都是老东家了，老冤家了，不好意思。